我是刚刚列车长的一百星爷。12月17号，瑞刚，假如有看到吗？地下餐厅7:02，我拍的是204次的收银发车，进入北海线上花莲的地下餐厅一百星爷面对粉丝讲了，在瑞芳站南通过。感谢各位，我想问问咱们做做中不了什么？啊，那各位支持来见喽，我在等待。红绿灯，我要赶快走，对吧？啊，谢谢各位，这是瑞芳的最主要路口。谢谢您参观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